是105平偶数层的。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一块面积是一出电梯口的这个相当于我们的入户花园，是你这一家用的，那这个位置就是以后的电梯。那我们走过来，这个是入户门，一进门是厨房 L 型的厨房，方便放东西。然后入户门旁边有一个收纳柜，胶楼都会带的，保利独有的。然后客厅餐厅是这种经典的竖厅设计，那餐厅两面靠墙，不占过道的空间，很好放桌子。那客厅背景墙，那这边是阳台，阳台送了一半的面积，朝南的，户户朝南。然后我们先来看一楼的三个房间，这第一间北向的小卧室送了一半的面积，这第二间北向的小卧室也送了一半的面积，这是公用卫生间，挺宽敞的，干湿分离。这边是主卧，也是朝南的。飘窗都是拆了的，飘窗是全送的面积。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我们的楼梯呢是很宽敞舒适的。二楼一间房可以作为年轻人的主卧或者书房。那这是二楼的主卧，也是朝南的。二楼的洗手间也是干湿。